见你找我。怕别人去找我。又考公题了，等一下。一开始哦，我都会让人家猜他哦，193页的人猜的。啊，也有大学女生给我举，她看我礼物还不错，想要拿礼物。我说来，她猜195。都哇，你蛮个好心的。我答应刚刚一半回来，你掉光可能就是这样哦。世界上不到1/6的国家使用核电厂，而且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并不是大家有那就熟悉。我们都知道核电厂主要依赖的是铀矿，请问各位，世界上储存铀矿最丰富的是哪一个国家？南非。有南非，南唔对，美国。美国，所以这是美国，但是不是美国。中国，中国，三秒六，澳洲，听下去，澳洲是标准答案，来破一下个最简单。都这样，10:30，大家要过午餐了。可是澳洲有没有核电厂？没有呢，害我想到日本，日本都把立可买到台湾去哦，可是日本国内好像自己不能买卖立可。澳洲自己产储存铀矿是世界第一，它为什么不盖核电厂？我把这个问题告诉很多高中生、大学生，我请他们花一个暑假，好好去探讨这个问题，然后自己可以去写一本书，正热卖。韩国有没有人知道右边这个人是谁？知道请举手。这个叫成王败寇了哦，所以他选了1300多万票，最后开票他选了1400多万票，再也没有人记得他是谁。第二名没有人记得哦，他是文在寅律选出了朴槿惠。朴槿惠是南韩第一个女总统，可是她非常有男子气概。南韩发展核电厂有什么问题？南韩有23个核电厂，一年产生700吨的核废料，目前70%的核废料空间都已经放满。到2024年，南韩政府说，如果还没有办法解决核废料的问题，不排除核电厂被迫停止运作，这不就是废核吗？所以这个媒体标题应该怎么下？南韩核废料若无几，2024恐废核。哎，可是标题为什么下得这样莫名其妙？因为这个是中国时报的新闻，他的老板叫做汪汪灾，商人会干预媒体。南韩还有什么问题？他的23个核电厂里面，有高达14个核电厂的零件涉嫌牵涉使用有问题的零件，所以南韩总统才撤宣誓哦，要关了好几座的核电厂，调查清楚才给他们去运转。南韩这个核电厂的问题是问题重重，哪里是台湾媒体大肆宣扬的说多好有多好？你各位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你家里懂他怎样了哦？我你三年半个老酒哦，遐欧巴桑嘛拢牙唱嘞。我想哇，你三年半个老酒的欧巴桑全台湾上无水准嘞。连这个你哪办？你拢有啥物人？朱立伦啊！我唔是啊，这是美国能源部长、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朱立伦啊，唔是伦。我们的美国能源部长都做什么事？探讨美国核电政策，探讨美国绿能政策。美国还有100多座核电机组。他要研究哪一些要提早把它处理，他同时要研究明年到底是100亿要砸在风力还是砸在太阳能，哪里像台湾这些台电的话说没有核电就没有电，难道没有猪肉吃等于没有肉吃吗？这是美国最大核电机组公司 Exxon 公司退位的执行长，一个叫做 John Rowe， 他接受富比士杂志专访的时候说，核电一点都不经济，艺术是核电不效。那为什么台电说核电干净又便宜？如果台电说核电是便宜的，光 jump over 就可以把它打一巴掌。那台电说核电是干净的，那请问男女，10万桶核废料放了30年，怎么会是干净的？我们看工商时报两个图，第一个，美国风力发电量近6年逐年上升。美国核能发电量近3年逐年下降，如果核电那么好，
请各位告诉我这条线为什么不是往上跑？这是李远哲的后边有一个叫 Seaborg 元素周期表，第106个元素就是以它的名字去命名。当年台湾决定要买核四的时候，他告诉李远哲说：“哎，你们不要买美国的那个奇异的核电厂，你们要去跟法国买。”各位，那几波当然是讲假道是违法的，万不离。咱前天有骂嘞，讲你无讲到我要抬你爸母，你要吃笋的还是吃泡的？他讲我嘛吃笋的嘛。Seaborg 就是讲李远哲讲，法国搞核电，法国依赖核电是世界第一75%。美国从三丁岛事件后，已经没有再盖新的核电厂。要么你就跟法国买，你不要找美国买。可是李远哲试着去影响这个决策采购团队的时候，来不及了啦，利益早就都分配好了。我们来到了法国，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哦告诉我们一件事：法国总统欧兰德在福岛核灾后宣布，2025年法国依赖核电的比率由75%降到50%。每天法国他也在闪核电呢。法国的首都在巴黎，离巴黎最近的核电厂叫做 Nogent 核电。请问各位，巴黎到 Nogent 核电厂的距离，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出这段距离，找出这个答案？知道请举手。至少有四种方法。Google 上面哪个呢 ？Google Map， 点经纬电脑版，哇，大一次准答案。还有三种方法。塞瓜买的灾。塞瓜买的灾。讲手就济吼，塞车、走路、打铁皮，拢是同一种方法，拢算对的啦吼。你像咱台湾这个王品戴森衣，甲一个计步器，一步一开，行到核电厂。甲塞车是同一种方法，还有两种方法。哈，现在讲有十种方法，什么一钱两个三岁四少年，五虎嘴六脚龟七皮八面环九强十加四。所以我讲吃到吃吐，无嘛有四种方法。啊，全地球什么人上无方法，就是台电上无方法。跟你讲，没有核电就没有电，我嘛要讲脑筋。咱头拄我讲的吼。各有两种方法，第一种，我买纸本地图，机器就插了两几公分，然后呢，根据这个出版社当初是缩几倍去缩放的，我们把它撑回去。第四步呢，就是问已经知影的人，你问我，我会跟你讲的吼，会搁跟你扣一块美金的消费。所以我找到答案是120公里。各位回到刚刚这张图，如果这个电厂出事了，我们比照福岛核灾，它是圆心，半径30公里画一圈，请问各位有没有画到巴黎市？没吗？还有90公里呢，那表示什么？巴黎这个法国的政治中心，照样可以指挥调度军队、医疗物资、人力。台湾呢？核一厂离总统府的距离是多近？28公里。核二厂离总统府是多近？23公里。不论谁当总统，小英国算丢马吉后了。如果核一、核二出事，对不起，总统府也在苏三半径里面。我们没有指挥调度的政治中心。国家地理杂志有这么一张照片，各位知道沙漠下盖的是什么器官吗？上面人讲甲状腺的吼，那个高年级的甲状腺，你伫台湾有听过我干嘛对无？你看我话认真讲，我连美国嘛都着听过我演讲，够难哦，够有一个神秘的嘉宾哦。我伫某一个国中演讲，国中女生牙齿搞到讲这是射物线，讲完你笑了吼。身为演讲者，绝对不能嘲笑自己的听众。我还是安慰他，我说至少你答对了1/3，给书签答1/3好一样，或者这个人如果是倒立的话，那你的答案也是对的，因为射物线在改变家嘛。乌克兰国家博物馆有这么一个动物的标本，
怀孕的母狗接受辐射线的污染，会生下这样的犬只。曾经有一个欧弟上好搞我呛下，用笑脸呢，你莫当作你医生就徛你只乌白虾只的百姓。伊讲吼，狗较细只，牙较大长啦，吼，你狗着一挂辐射线变安尼，伊会伤心。但是你牙较大长，狗袂一定安尼。国家讲阿伯食盐比你食饭较济，我阿伯你盐食济，心脏病都大腰子病，这我提出来变。啊，狗会安尼，人会阿伯。咱钱银滴半样，免惊银纸无人烧。借问下你呐，肉瘤甜滴半样，真正外科医师嘛，头壳冒咧烧。台湾有一个知名的外科医师作家叫刘玉志，他在成功大学听我演讲，我听完了。刘医师丢医德哦，这些掐到你的门禁丢这条个轨道哦。伊讲我有医德啦，可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开刀的。这是德国的能源部长，一个叫 Peter。我在台湾的商业周刊读到一个非常惊悚的有关德国的数字，原来啊，德国有900家电力供应者。一开始我会说900家电力公司，然后有一些人会跟我 argue， 我就本着他的原理说，德国有900家电力供应者，7000种费率。我们看荷兰，荷兰的领土比台湾大一点点，荷兰的人口比台湾少600万，可是荷兰有几家电力公司？28家电力公司，全世界电力还没有自由化，是国营垄断的，有哪几个国家呢？台湾、越南、寮国、巴拉圭。所以，他们电力没自由化，是就容易的代志。公来公体，核电变成比较不重要，比较重要的是电力有没有自由化的问题。我们看德国，德国核能发电量逐年下降，德国再生能源发电的比重逐年上升。如果核电那么好，为什么这条线不是往上跑？《Nature》杂志呢告诉我们，德国怎么规划它的能源。2022年德国全面废核，所以2030年之后，我们看不到黄色代表核电的区块。再生能源发电的比重逐年上升。煤炭发电的比重逐年下降，这叫做德国。德国有能源部长，电力自由化，所以他各种再生能源可以得到有效的利用。请问各位，这是哪一种发电方式？知道请举手。沼气上面，那就厉害。在哪一个国家？答错了拿回来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不是德国了。各位要不要猜一下，这在哪一个国家？丹麦。我听到丹麦呢，丹麦是什么样？哦，高手如云。丹麦没有错，这个在丹麦哦。丹麦这种沼气发电厂有100多座，不是只有一座哦，只有一座，我也不好意思拿出来讲。像中国大陆某一个村，他村长有民选，我们会因此说中国大陆是民主国家吗？嗯，哎呀，永和的立委理由瞎不瞎？台湾是大义政治，如果这些立法委员够优秀，那我们一关键台积的后啊。可是万一他们水准很低落呢？我们是不是要自保？立法院去年年底12月在台湾通过102亿的预算，是合适第四度。最佳预算，47个立法委员通过，45个反对，47个通过，45个反对，叫做 PK 战。但是等下咱有 Q&A 的时阵吼，大家讲话较轻松诶，手拍来讲就会使，免搞个 PK 战。请问各位，左边这个人是谁？你看 Kiki 哈，我伫台南拢听到臭头啊。为什么各位一看他的侧面，就好像他是很熟的朋友呢？因为哦，你台湾你拿去 Seven 买本丸买饮料，哎，找我几个人泡牛一样，看你千遍不厌倦。最吸引人脑，不是只靠国立殡仪馆、中央铸币厂一样可以吸引人脑。请问各位，右边这个人是谁？等下敲牙去，胡适唔丢，胡适刚刚不话过来。林献堂。上面两公林献堂。哎呦，神拜！我可能先我去查好，再来骗下来好啊。你给别人好。然后电脑给我了。好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
一下，这是林片的，林片东是倒位的人讲的，你敢不知？吴峰，吴峰阿大夫做啥？阿大夫，阿大夫，安尼起来吼，在这有台中一中毕业的老学长哦。啊，你好，安尼咱倒一个故事哦。吴峰阿大叫做阿大夫，阿大夫有一个三少爷，三少爷就是林片东，有林片东的祖宗叫台中一中。以上这几句我甲你写，你两天把人讲迄个偷抄啊！永和四十七壮士，新新闻杂志挤了挤了后门，讲哎、欸，你通过核四预算102亿，那你的理由是什么？你讲哦，转头被谁听好嘛？我马上过来，有三种而已啊，四十七个永和立委没有超过这三种意见。第一种，他说哦，他是柯一正的粉丝，他说我是人，我反核了，票是别人帮我投的。高雄的黄昭顺，因怎样啊做医生了？妇产科，妇产科，安那这种水准？有人搁把我泡面讲，杨医师你上会当换一张哦，这张暗时啊看过袂去。过四十岁，向游先生自己负责。我 Google 都找着这张啊，我唔是条条找着我个啊。第二种，弱掉。第二种是土城的卢嘉诚，他说台湾不可能有海啸，所以他投核四预算一票。请问各位？过去有没有发生过海啸？有。欸，我爸爸，我爸爸从做囡仔就甲我讲，咱家人较早捌发生过足恐怖的海啸。长大以后，我对科学杂志《Scientific American》哦，欸，台湾远流有中文版，我们用订户编号查历届资料库，告诉我们台湾曾经发生过四次大海啸，台南、高雄、彰化、金山到基隆。另外一个教授也有一模一样的分析啊。台湾的未来有没有可能发生海啸？我在成大演讲的时候，成大的学生举手说：“当然有啊，不然台电干嘛盖防海啸墙？不但盖防海啸墙，还加高防海啸墙的高度。核一大核四今年追加加高防海啸墙的高度，花了60亿，技能标级是162亿。我说，如果从全台湾的研究所到托儿所，这162亿来把所有教室改成有 sensor 的 LED 灯的教室，我们可以省下多少电量？第三种叫做不回应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就盖下了战争票。这就是我们立法院通过核四预算的品质。以上这三个人算他倒霉。9月28号 ，TED 台北请我去讲18分钟，18分钟我又把这三个人带进去。让他们成为全世界的笑柄。卢秀燕这个人其实很妙，他当时投了战争票，却不回应他投战争票的理由。可是过3个月，他告诉大家说，核四变更原始设计600多项，这是违建，应该敲掉。连曾经投过战争票的立委，都改口说应该要敲掉。那核四危不危险？核四是大违建，应该拆。这是华视新闻。立委指的就是台中的国民党立委卢秀燕。中国时报的新闻，核四管线抗辐射装成防水管线，防水管线装成抗辐射的管线。我退伍了后，自己买一间套房来盖，啊，做较舒适的租啊，啥啊？我电器吼，我一目就看这个财务安怎搞。电器足简单的啦，就是两条管，一条做电的啦。一条叫水，你遐加电，啊，让水排下去。各位，今仔日到午夜12点为止啊，你去按一台冷气，你叫伊迄两条电倒搭，冷气若搁吹得出来，去食生活的。各位，这是核四厂1号机的为主体腔，吊一个杆啊，内底搁有石。本来迄条都放油瓜啦吼，因为行这个山接来接去，前大概时间都无够。第二个那里底有石，所以这个叫尿瓶，所以这面墙叫做尿瓶墙。发生在核市场1号机的为主体墙壁。我们类比美国三里岛事件，美国三里岛事件据说无人伤亡，连台湾的原人会都这么说。为什么？台湾的原人会也这么解释，他说因为美国人哦为主体盖得好。
所以梵净炉在里面外泄出去的辐射被微晶体挡住了。那你台湾这种微晶体是能挡住什么辐射线？林宗尧先生是清大核工系毕业的，担任过美国奇异工程师核试的安全监督委员。他最新的态度是什么？他说核试最终只能敲掉。但是这个人哈，我讲你就烂懵了。他吃自由时报豆腐，一公哦，他并没有如自由时报报道说核试最终只能敲掉的说法，这不是他的意思。各位，我在别的媒体明明有看到他这么说，那我要怎么找出这一段证据？我把这段话打进去，再打林宗尧，再打去掉自由时报，我们就可以在 Google 的搜寻结果知道是哪一家媒体，还有这些发言内容。答案是华视。林宗尧说，还是在比较下面啊。林宗尧在华视一样被有截取到这段话，他真的有说核试最终要敲掉。一个清大核工系毕业的奇异工程师说核试要敲掉，请问核试该不该敲掉？这是监察院哦，他弹劾纠正台电的内容，包括什么呢？金属导线管采购有缺失，混凝土采购有弊案，研究员会收红包，还有梵净炉基座长期偷工减料。我不是有讲天的啦，我跟你劝告。偷工减料后分长期、中期、短期原因。台湾核电厂还有什么问题？核一厂耐震系数是 0.3， 核二到核四是 0.4， 核一厂离三角断层是7公里。请问各位，核一厂跟三角断层距离是7公里，这个距离是近还是远？如果是30公里，问你呢？近还是远？如果是77公里呢？我们想下去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不能用感觉的啦，我们真的要问专家。专家并不是台电，台电没有这种专家。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土木技师来给我们答案。行政院曾经委托土木技师工会调查核一核二的结构，土木技师工会理事长余烈先生调查完亲自出来发报告，他说核一核二耐震能力不够，又近三角断层。余烈是很有良心的土木技师，一公吼核一核二如果运转到一定年限，不应该继续延役。如果核一核二政府非要延役不可的话，那应该要迁都。这种考量就是我刚刚举法国巴黎为例子，你至少这个国家要保住政治中心。心理世界雨纷纷，大家以为如果发生核灾就会发生这样的场面，其实应该比这个可怕十倍百倍。因为如果你后面是回不去的管制区，请问发生车祸有人愿意停下脚步照顾受伤的人吗？还是继续横冲直撞？翡翠水库又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以前我们没有人知道翡翠水库跟核灾有什么相关性，你问台电，台电都没有关系，大家就以为没有关系。掩耳盗铃最好过日子了。陈永兴医师说，当主人很辛苦，当奴隶很轻松，你就等着被鞭打跟喂食嘛。很多人习惯这样。还好并不是每个官员都像林宗尧那么烂。翡翠水库管理局长刘明龙站出来说，如果在有东北季风的前提下核试发生核灾，6个小时内翡翠水库的水会被污染。核一厂在1978年曾经发生辐射气体外泄，台湾的政府做了什么处理？继续运转。各位，我们看台洗乌龙茶有一个广告叫做继续喝茶5000年。可是美国圣奥诺佛的核电厂去年辐射气体外泄，美国政府怎么做？关闭。核二厂锚定螺栓去年断了 N 根，换了7根，1亿公1000万，哇哇，这机器波大地，营运损失60几亿，今年又跳机停机。核三厂去年，这是换新的锚定螺栓，核三厂去年是蒸汽管线塞住了，副厂长啊，这回叫做我不要出力，
他希望美国奇异工程师坐飞机去给他技术指导。啊，不搞的这是你核三，哎，哪里核四？翡翠水库的水六个小时会被污染。请问各位，我们美国坐飞机到台湾，哪点钟他们到？我来美国机票到底跑来，我看十二点半钟嘞。这开玩笑讲啦吼，在座的咱的先輩吼，少年的时阵，你若较不幸，坐到上面到，高温很难吃啊。情人节你的在场，你只能跟一个吃晚餐，另外一个你就一定要撒谎。对不起，我今天我外婆生小孩。都是你讲袂差啦，是恁三个人的三角关系受伤。可是台电如果撒谎呢 ？You lie, we die， 我们是会死。台湾其实并没有非常依赖核电，法国是75%呢，台湾才多少？16.67%呢，家乡黑线，工业用电它，民生用电它下面，随便也省下一座核电厂，两座核电厂，通通都不用你台湾。备用容量率，它的概念哦是什么样？假设我们用石油来讲比较简单，我今天早上我的仓库有100桶。那你结算的时候还有20桶，哇，那你储备的太多了。储备容量绝对不是越多越好，因为储备容量每多1%，建制成本就多100亿。所以这种东西是多 balance 的好。台电说它的核废料放这么整齐，筒子怎么样？黄澄澄。新庄有一个做饼干的老板跟我说，很笑，你东西黑师傅卷心猪，他要餐桌冷笑。各位知道这个桶子已经破成什么样子吗？公司的新闻，这个桶子早就都破开了。去年郑丽君立委先公布这样的照片，台电不是跟全国人民道歉哦，台电是说谁造的，哪一天造的？各位，我现在没结婚啊，我哪结婚啊？我靠，人偷吃，叫拼的上，上叫有保障对吧？我报喜讲，你想跟这找我有关呢？啊，我刚不是正讲，你都是讲骗的，啥物人偷骗的？你偷吃你都唔对啊！你管台人上当时甲你骗的，逻辑都相混的。请问各位，百香果的英文怎么讲 ？Passion fruit， 你就厉害。哇，你讲我咧祖辈咧讲吼，六岁查某囡啊，比因爸爸妈妈大成功 ，Passion fruit， 真叫我那一刻干嘛台湾有希望。可是隔天。遇到一些大学生，他们讲不出来，我就觉得台湾够我一般了，反差很大啊！哦，请问 passion 这个字，法文怎么讲？我让怎样哦？哎，我调的标准答案哦，叫卧虎藏龙。季节容易让他 attention， 你那么样？季节花季让他 attention， 啊，表情。一开始我无啥讲法文哦。我都有地球上最厉害的生物，不是蟑螂啊，是台商。你搞我搞，你给我吓人！你不要害怕法文，你去 7-Eleven 买那个一包，里面有3颗鹌鹑蛋的那个商品。你敢嘞？敢一个鹌鹑蛋，讲英语就变法语啊？不是你电视提来讲 ，television， 你敢嘞 ？television 就出来。头先自己 passion， 你敢嘞变白相？自己 attention， 你敢嘞变阿光相？所以我从第一张的投影片到这张100多张，我浓缩成4句法语。东西用嘛东西，伊个拢懂，看到是法语。Je suis français, s'il vous plaît。用小的讲四句法语，我记袂起来。但是我若甲你讲，这四句嘛是台语，你就会感觉足亲切。啊，东西用嘛东西，爱东西嘛爱东西嘛，伊个拢懂，看到是法语。你若叫是我亲切讲讲，我看你只记在你巴内。Je suis français。足衰啦！我伫台湾岛，下阵搭钢铁有见缝打死。西部皮核灾发生哦，你我在座大概死拢无当背。甲一个抗战片，还有一寡破声在做。第四步，我想要误会，不要核电，还有什么其他的选项？3月9号。我到台北的街头去游行，游行是安尼啦吼，第一秒钟上兴奋，啊，你要行煞，迄点钟上不准，想讲哎呀，
能量又被掏空了哦，下一次不知道要做什么出来。我的两个朋友也在台中的游行队伍出现，他们戴着 V 怪客的面具。请问各位，你看过 V 怪客的，请举个手。哇，这样超过2%，好，请放下。所以我以为当时就拿回馆在买 V 怪客的广播版，大家看来 V 怪客讲的就是那个集权社会。政府无限扩大他的权力。假设呢，哈，请问各位，马英九可不可以派人监听我？监听我的旅馆里面有没有女生很快乐的声音？不行嘛，你不能因为我讨厌核电在核电演讲，你就先把我当作准强奸犯在监听我，然后不小心录到你，还公布说我是反核色狼，不是反核英雄。重点在这里 ，V 怪客就是说，公民抗命。公民不合作，公民站出来挑战政府的失职。那这个女生是我的朋友，刚好昨天被我发现，她人也在美国。你看看她在北美结婚吗？一来美国一当吼，就类似交换学生嘛吼，我暑假唔知伊伫家吼，真正搞在啊，无我明仔来去圣地亚哥，才知伊伫家，就拍摄啊。帮我画了，拍这个的，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生存权而战。你讲恋爱权蛮好啦，你讲顾你的厝蛮好啦。在说后位，你带到几户人然后厝的吼，良心的建议啦，金白雕啦，他这么好见。阮小妹替我讲两年吼，你都白雕啊。你台北买一层楼吼，台中有当买一间透天的，无外观啦，三楼啦，土无咱要去烦恼何在啦？半暝咱至少要求啦，要求困得去。16岁的黄之锋，幼小叫你站。当我们一个一个人都愿意站出来的时候，比我们更小的人就更愿意、更敢站出来。那个公民运动刘林伟，小我5岁，我们两个在9月28、29，一前一后在 TED 台北，都有18分钟的演讲。